这个美女的脚呢，过来拆机呢，这是封包的软化膏，然后它这个脚的第四指的外关节这里有隆起，所以导致这个第五关节内侧就长了鸡眼。然后把它拆掉，好，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形状像鸡眼一样的眼眼啊，疼不疼？疼。好，我来给你拆啊，别动啊，轻点啊。好，好怕疼的啊，我也怕疼。您别动啊。好。哇，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呢。包的这几天疼不疼？稍微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啊，那正常的，能忍受就行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因为你这个鸡眼长到这里要把它剥离的。这样摸的话就没有鸡眼了啊，全部去除最干净的，这个里面已经是最嫩的一层肉了，非常非常嫩的。美女，你这个脚以后再不能挤了，你挤的话它这个可能以后会再长。好，我会搞个那个、搞个东西把它隔开。哎，